大家晚上好，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沙都，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我们就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สบาย是静坐的核心。สบาย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心里也比较容易跟着สบาย。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สบาย。所以互相影响哈，我们现在就先来以自己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的坐着来打坐，腰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现在我们先不管坐着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坐下去了，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而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这样就可以哈。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一定要调到100%的สบาย，不一定啊。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然后，如果
什么时候哪里感觉有双臂麻痛的感觉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调整。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调整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สบาย，慢慢来，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整个头部都放轻松。如果哪一位有感觉头部有重重紧紧的感觉，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สบายใจ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轻松舒服，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我们完全都没有赶时间，我们也没有感觉静坐很难，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休息而已，所以就请大家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头部放松，颈部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我们全部都放轻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脚部、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毫无用力，毫无紧张，感觉很สบาย，很自在。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就变得很轻，感觉很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通透、轻松、สบายกันเจ๋ง很สบา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สามารถเอา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วางไว้ที่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就是我们心意的家，我们都没有紧张。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一颗圆圆的月亮，也可以。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感觉轻松舒服。如果哪一位还想一还想默念声号，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地默念什么阿拉含的声音，什么阿拉含，什么阿拉含。什么阿然，全身都感到轻松、失败。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圆圆的月亮。我们的心也可以默念"สัมมาอะระหัง"的声音，慢慢来，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醒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些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普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本来进心力第六集啊，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啊，第三力啊，第三力跟第四力就是禅力跟慧力啊，禅就是对恶业感到羞耻啊，我不应该这样做啊，慧就是对恶业感到害怕，怕遭恶业的恶果。那有关禅的部分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时代，佛陀如果要让比丘们心里面产生禅禅力的话，佛陀要说什么话？有些时候呢，佛陀会把本诵经拿来开示给那些比丘们听。本诵经就是佛陀的前世的故事啊，就是当他当菩萨的时候然后呢有些时候那些比丘在过去世也是跟佛陀同一生出生的然后呢，当比方说如果今生比丘懒惰佛陀就会跟这位比丘讲说，比丘啊你以前在过去世你也是这样懒惰。大家听到这句话你们感觉怎么样不只是你今生懒惰，你前世也是这样懒惰，我感到很羞耻，对吗？这个就是佛陀让比丘们在心里面产生禅力的方法。还有如果哪位比丘行为真的不行的话，佛陀有责备他们的话，要怎么责备呢？佛陀叫他们空虚的比丘。所谓的空虚的比丘，就是里面都没有什么道德了，里面都没有什么佛法了，就是这样责备他们，让他们感到羞耻那有关愧呢？我先跟大家讲有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一个马夫，就是养马的人，他去找佛陀然后呢就跟佛陀讲话说就是想来跟佛陀聊天。佛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问他说马夫你是怎么训练你们的马这个马夫就跟佛陀说有些时候呢，有些马就给他一些草一些水然后跟他讲好话，这样他就会很听话了。但是如果这样不行有某些马可能要骂他，要打他，他才会听话。但是呢，有些马有的时候要跟他讲好话，有些时候要打要骂他，他才会听话。但是如果他们都不听话的话，就把他杀掉就不要养他了然后当这位马夫回答佛陀之后呢，他又再次反问佛陀，佛陀那你呢，你怎么训练比丘佛陀就说，我自己也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跟那些比丘说好话，所谓的好话就是说修了这个功德会产生什么功德利益。
第二个就是我也会责备他，就是说，如果哪位比丘去造什么恶业，会产生什么恶果，会堕落恶道，会跟他们讲这些。有些比丘要跟他讲有关天界、有关地狱的，就是修功德的功德利益，跟造恶业的那个恶果。然后马夫就问说，佛陀啊，有没有哪些比丘用刚才讲过的三个方法，他们都不听话？有，那你怎么办呢？我就把他杀掉啊。马夫就问佛陀，佛陀啊，出家人也可以杀人吗？佛陀说，这是圣人杀人的方法，就是不跟他讲话了。不教他，不提醒他，他想做什么就随便做吧。看起来好像对他很好，但是实际上不好的，因为没有人帮他指点，这是应该做，这是不应该做。我比讲的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某些比丘啊，佛陀用跟他讲造恶业的后果是怎么样，往恶道怎么样，就让他产生这愧，这样大家了解哦。但是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佛陀就不教他了。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部经《惭愧经·喜利沃达巴苏当》啊，比丘们，当没有惭与愧时，对惭与愧坏施者来说，根的自治失去净因。意思是说，如果谁没有这个惭跟愧的话，他就没有守护六根。大家想一下啊，他没有惭跟愧，他就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他的嘴巴、他的身体、他的心，他都没有守护好。然后呢，如果谁没有守护六根的话，会怎样呢？戒失去净因，就是他就没办法持戒了，他会犯戒。然后呢，当他犯戒之后呢，他就会怎样啊？失去正定。就是他禅修方面呢，怎么打坐心都没办法定。比这样举例子好了。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禅跟慧，他眼睛看到一个钻石，好漂亮的一个钻石啊，好像很宝贵的样子。他就怎么样呢？因为他没有守护自己的眼睛嘛，他看到了就起烦恼，然后就去偷了。偷是不是犯戒呢？犯戒。那你认为犯戒的人来打坐，心会定吗？心没办法定，因为一直意念到、想到他怎么样啊？刚才造过的那些恶业。当没有正定时候，就会怎样呢？他也失去如实自见，就是他没办法如实的看到一切万物的真相。那比方说，我可以跟大家讲有关无常、苦、无我，你们听得懂吗？看起来好像听得懂，但是凡夫听得懂跟圣人听得懂不一样。圣人听得懂呢，他可以如实自见，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的根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不会执着各种欲望的。那当他没有如实自见会怎样呢？他就失去了厌与离贪，他就不想厌离贪，很喜欢这个贪，很喜欢这个欲望。然后直到最后就会怎样呢？他也会失去解脱自见，也没办法解脱。大家看呢，从惭跟愧开始，直到最后就是没办法解脱。大家有小时候有玩过 domino 吗？就是这个骨牌，
这个就是骨牌，大家从从禅跟慧开始一个叠了，影响到守护六根，守护六根影响到犯戒，犯戒了心也没办法定，禅修经验不好，然后也会怎样呢？没办法如实自见，他也会没有这个厌语离贪，直到最后就是没办法解脱，一个影响到一个，一个倒，另外一个也会倒，像骨牌一样，相反的，如果我们有禅跟慧的话，也会影响到怎么样呢？在解脱方面越来越靠近，我们修功德波罗蜜也会越来越进步，从这个禅跟慧开始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今晚我们祝福大家，祝大家圣贤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我们后天见，明天见。